34除以框框等于三角形，于是那他们两个都是个整数，可以有几种状况。好，其实我这一题我之前也曾经讲过，这个叫做34是被除数嘛，这个框框叫做除数嘛，那我要除以框框会于是，其实我这个框框绝对要大于多少？一定要大于什么？四，因为我不可能分给三个人，然后跟你说剩四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人数其实一定超过五个人以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认知。第二个认知，我知道七除以三等于二余一，所以七会等于什么？三乘以二，然后嘞？加一。加一，这观念你知道？好，我们套到原来的题目。34可以等于这个两个人要先相乘，也就是框框乘上三角形，再加上4。OK， 这是我要的状况哦。那把加4丢回去，30等于多少？30等于框框乘以4，乘以多少？三角形乘以三角形。好，开始去配对。我知道我的框框，刚刚哎，对它的因素，我刚刚是不是说框框一定要大于四？所以这里如果老师一乘三十二乘十五，那等下再把那消掉。OK， 那我就全写了哦。三乘十四乘不行，四没有，五乘六，六乘五，再来十乘三，十五乘二，十五乘以二，再来三十乘以一。所以真正不行的是谁？要大于四。上面两个，上面三个。一二三，其他都可以吗？对、啊。OK， 所以有一二三四五，答案有五组。OK，